Wuhan。Wuhan， 它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坐落在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江大桥，是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，雄伟漂亮，有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的美誉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樱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这是当年李白送孟浩然时的心境。而武汉大学不仅仅是优秀大学代表，更是武汉人文精神的象征，是旅行交友的必打卡景点。等疫情结束，我想带着家人去武汉大学看樱花。感谢每一位帮助武汉的人，作为武汉人真的非常感动。等疫情结束，阴霾散去，我请大家吃一碗地地道道的武汉热干面。我爱武汉。